有没有一点自己就是对你心要演的这些戏剧场景有自己影响的话，或者是幻想什么的？就是你列的名单，比如说造型很帅气，可是我认识那个人呢，这个很正确，可以更多的角度。嗯，上次那个要。
然后后来他也在想，就是说是杀的那个小豆子还是什么，就跟他杀人不少。最后呢，后面还是把这个坑给他。就这个美泽的情绪，我更偏向于小豆一点，因为我想的是求稳。小豆的反应更接近于平常人，所以我更偏向于小豆。在技能没有非常炉火纯青之前，求稳为好。吴先生吧，我觉得就是吴先生前面就是采访他的时候，就是他比较的沉着冷静。然后后面就是为了就是救那个小豆，然后情绪的一个转变吧。小伙，那你们俩为自己做一个预判吗？既然求我，我直接百分之，真是，好，80%，89%，1000%，29.8%，争取做到80%。我觉得我前面就是。地方可能不是，就不比他那么好，就后面应该还可以。你说了吧？他50%，不到的，80%，我们都要现在都努力小数小数。啊，已经出来了。孙耀，左航一个。谢谢。我们对于这个小剧场的拍摄呢，可能就大概时间是会在一周以后，好，给到大家5到6天的时间做准备 ，OK 吗？好的，这么刺激。好，来，希望大家加油，加油。就是这辆车，结果出来是他，不管他吧，谁呀？好下手吗？这个没办法。那肯定的，这么行吗？肯定有钱。行了行了，注意一下人的感受好吗？其实很简单。不要钱，不要命了。李队长，你说你这么大个明星出来也不带个保镖？我说不带，我说不带。你那朋友能不能保钱？我24小时内必须拿。你看看结果，来，看这是大明星，大明星，哈哈哈哈，大明星，哈哈，认识吗？这个是我昨天买的，来，你叫什么？小豆，你可真逗啊！你们现在有2条路可以选，要么表演憋气超过我就放开，要么乖乖把钱拿出来。吴先生，您是大明星，你给我500万，我放你走。你100万。是吗？好嘞，没钱啊，要钱不要命，我最喜欢要钱不要命的了。你别让他了。
是你别吓死了，吓死了，他的钱我给，他的钱我给，兜里我兜里有张卡，卡里有700多万都给你，只要你把我们俩都放了，在那个洞，绿萌，陆唯一，你可以去银行查。啊，仗义！可以放我们走了吗？可以。你这干什么？钱我可都给你了。信这个词儿好久没人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在我们这儿就得听我的。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规矩吧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叫你过来。我绑架就看谁给的钱多，谁给的钱多我就放谁。另外一个人，我一定会撕票。大哥，救救我！大哥，救救我！救救！你这么仗义，你不会眼睛睁的看着我把他杀了吧？啊？是不是？你是一人都是英雄，特想帮他。行，那这样，给我玩个游戏。玩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叫二选一。你们俩今天啊，只有一个人可以离开这儿，来，刀就在这儿，你们俩自己选吧，谁生谁死，你们自个看着办，来，选吧，哈哈哈，来，不能选，你看，他把刀拿起来了，你刚刚救了他呀，哈哈哈哈哈，你不会杀人是吗？啊？你跟他不一样，杀你是不会杀人的。杀他！我要回家。杀他！你杀了我，你也回不去啊！把他放下。杀他！那怎么办？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人入户。杀他！刀在我们手上，我们俩杀了他，然后一起出去。你也是杀人犯啊，是不是？我杀你！哎呦呦，大明星想杀人？我倒想看看大明星怎么变杀人犯的。放在我手上，来，紫薇，我杀了你，我会把你别给我。来来来来，杀我！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害怕，别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天啊！你杀我！你杀我！你杀我！你吓死我了！你杀了我的鬼下，你别拿刀顶着我，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他还有这病吗？来，来，大明星啊，我给你治，给我演上啊，演演演。你在我这演戏，演，你他妈有病啊！哈哈，我不演了，我不演了。来，把刀捡起来，你杀了他，咱俩的事一笔勾销。我不敢杀人。他不死，你就得死，明白吗？
去呀、啊！你他妈急死我了！你快点过去，快点，快去！对不起了，我已经想尽办法。我不跟人家借钱的，我已经很多很多的钱了，我不要钱，我要回家，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！哎呦呦，大明星你杀人了！我的游戏规则还没说完，我往那儿来，从来就没有过活口。咬我！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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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咬我！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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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这辆车，结果出来的是他，不绑他绑谁呀、啊？好像是我。这吧，没办法。那肯定的，这回行了，拍电影肯定有钱的。行了行了啊，听见别人敢说啊。简单，我们要钱不要命。顾先生，你说你这么大个明星出来，怎么也不带个保镖啊？啊？说不带，说不带。你那个朋友能不能报警啊？我24小时之内必须拿到钱，我必须拿到钱。如果我拿不到钱，来，让你看看结果。来，我就是找你认识大明星。大明星认识吗？认识，认识。啊，这是我昨天绑的，叫什么？吴新东，小豆啊，小豆啊，小豆啊，你可真逗啊！来，你们今天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，要么表演憋气超过我就放人，要么就乖乖的把钱给我。吴先生，
这么大个明星，你给我500万，我放你走。你100万。没钱，没钱呢，是吗？是吗？好嘞，我最喜欢要钱不要命啊！要钱不要命！大哥，大哥，你别打了！是不是没钱？你别打了，王家明死罪，你说的你也活不了啊！吓我是吧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别跟他混出人命的，他们叫我干。他们全我给，他们全我给。兜里有张卡，卡里有700万，这都给你。说你放我俩走，这个走，你妈6亿，你可以去银行查。哎。看到没，张王爷，我待会儿去银行查一下啊。可以放我俩走了吧？可以。好几个人没有跟我说过了啊！我只知道，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。来，起来，来跟你说一下我这儿的规矩啊。那个，过来，张二东北，我让你过来。先跟你说一下我这儿的规矩吧啊！我这儿的规矩就是，我绑的人。就看谁给的钱多，谁给的钱多我就放谁。另外一个啊，我一定会撕票。大哥，大哥帮帮我吧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求求我吧。啊，你这么仗义，你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杀了他吧？啊，电影里都演英雄，特想救他是吧？这样吧，哥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的名字啊，叫二选一。你们今天就只有一个人能从这儿出去啊，刀就在这儿。你们俩自个儿选吧，啊，快点儿，你们俩自己选，谁生谁死，选呢？来呀，快点儿。他们都拿起来了，你刚才救了他。大哥，把刀放下，我相信你不会杀你。我想回去啊。傻，你把我杀，你也回不去啊。傻了，我们两个只有一个能活。这样，打在我身上，你们俩杀了，一起出去。哦，想杀我啊？你杀了我，你也是杀人犯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杀了你！哎呦，大明星想杀我呀？来来来，我让看大明星怎么变成杀人犯的啊！来呀、啊，王主上，我是自卫，我杀了你，我不犯法，你别逼我！来，来杀我呀！来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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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着我啊！你吓死我了！别吓我！别吓我！别吓我！他有这病啊！来，我来给你治这病啊！起来！哎、啊。那得给我演上了，来啊！大明星演，演不演？啊！你在我这演戏，你他妈有病吧你？啊！我醉了，我醉了。来，把刀捡起来。咱俩仗义比多销啊！你杀了他，前提是我不想杀人。他不是你就得死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杀人。去呀、啊！去呀、啊！你盯着我，他们快点！对不起，我影响你各种的。你别忘了，爸爸还在家里等我。你死了，我会给你家寄很多很多钱。我不要钱，我要回家。你别过来，只能杀了你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哦，大明星。你杀人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大明星，你杀人了！可是我的游戏规则还没讲完呢。国榜的人从来就没有过国考。啊！Thank you.